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， 我现在在塔纳帕尼。塔纳帕尼这间店呢，中文叫做郭延松。这间炖牛肉，能啊炖，炖了45年了，没有洗过锅子，老板就这样一直炖，炖了45年。拿回来呀、啊！够老的炖，没洗个甜。好，然后你们要来哪哪？这里整台咖啡卡片。我记两套，好好爽快，好火快。ก่อนอันนี้ออเดอร์เนื้อตุ๋นเกาเหลา赶快来试试看吧，我也很好奇它是什么样的口味。45年没洗过锅子。这个炖牛肉呢，它的汤非常的鲜甜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它炖有点久了，所以它的汤口味直接吃的话会有点咸，所以建议大家要配饭吃，配饭吃会比较好吃，因为它的肉有点咸，但是它的肉很好吃，非常的嫩。这样吃。看一下杰克吃的怎么样？好来，都是羊奶啊，能啊？柠檬，柠檬，柠檬看来。另外我点的这是羊肉炖药材，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觉得比起哪朵的话呢，羊肉炖药这一道料理里面呢，它有含中药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。很香啊，有羊骚味。好好吃 I like this one more， 这个比较好吃我觉得。 Can order more？ 好吗？我还蛮喜欢羊肉药炖，很难得在泰国吃到药炖，说真的我觉得还蛮好吃。但是因为他们这间店很忙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， Google 资讯我会把它放在底下资讯栏，大家记得点开来看，先准备好图片直接跟店员点餐，因为他们这边很忙，所以相较于服务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小小失望，因为像我们进来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找座位进来，然后也没有员去帮我们就是代位，就是大家看到座位进来就坐，看到菜单拿菜单就点餐，然后或直接招呼店员直接指你想要吃的图片。这道是药膳羊筋，非常的滑，很难夹。咕噜咕噜。
这羊筋非常的滑。好烫，好好吃哦！这羊筋非常的软嫩，软嫩，入口即化，很好吃。虽然这里的菜对杰克来说是好喝的，但是对我来说是口味有点咸，所以我需要配饭一起吃，口味才会刚刚好。上面呢，其实它标价都有点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价格。我们分别点了药膳羊肉跟药膳羊筋，这个的话一碗是200块泰铢，然后我们炖牛肉的话呢是100块泰铢一碗。我觉得价格其实有点高，但是对于喜欢吃药膳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它的药膳味没有到很重。好来嘛 ，everything 好来。卖啊 ，You eat bit rice， 哦 ，make him。现在是大概时间7:30，然后他的店其实就快要关了。郭衍松这间店非常有名，而且很多人来吃哦。像这是我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任何影片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泰国旅游影片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哎，很美。里面就有一个食物特区，吃饱饭后大家可以在里面找一些甜点。家里货运也可以到这间店来收货，如果大家住在这里的话，可以多多使用叫食物的 APP。